从车越来看，露露先停车，想要驱赶。打飞身，硬顶级补上一枪，直接扫下来了，没有问题。这一分应该是稳稳拿下，再给一枪连狙，三个人瞬间就倒了。FTI 这边可能要招中 ，FTI 这里中计了。嗯，因为他这样的，他看到有一个人停，对不对？但前面又有辆车开，那他的注意力放在前面那辆车，前面那辆车并没有停，这可能要被埋了呀。队友还在山上，还一直倚下来了，兄弟。哇，悟空这里是非常的猛。嗯 ，ACG 的分散投资是出了大问题啊，这谁都帮不到谁，有点伤。他这个山上跟城里面真的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。是的，没什么互动。是的，应该这边是有个一坡之隔，伯良在个低点，现在目前考虑也不太有什么想法。哎呦。我这是原点十二月打下来的，开到了十二月的脸上，人头拿掉。换的倒是很灵活啊，没错，一直在骗对方啊，但是刚出来从烟雾弹里面冲了一个车，被叉叉路正好逮到了，意外收获、啊、没想到的话也要想清楚，因为 SMS 并没有去拿到 SMS， 去大殿的围墙里面去了。是的。嗯，高德V怎么被放倒了？啊，原点天霸啊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嗯，天霸接了佛门的顺位。嗯 ，SMS 还是选择去了木房。是的，他是先进围墙，发现木板房一直没人抽，只是停了一辆车。那现在就有个问题是 KRG 合不合，对吧？你那个交通要到房区和小电厂那一步还是走半坡。要遇到佛门的车队了，开扫，刘一率先被扫下来，高兴再过来想倚没倚下来，有点难，而且过路点顺路是把刘一给直接补掉。佛门在这个圈形边缘的半坡是收获到了一定的淘汰分数，之前 KRG 的一个回收，但是进也是埋了个马卡巴卡，但是进了三个大汉没顶住，成功的将木板房打下来，而目前圈形的边缘位置是不断的在进行交火。DT剩下两个人撞进去了。是的，这波不撞没办法，可能要遭中。四人枪线已经全部集结，来人了，接客，先接下来一个，机器感觉不妙，回头。还好是辆吉普。啊，进烟囱吧。是的。应用一下大仓 DSS 的枪线跟悟空制衡，可以稍微的再往里面去推一下。好 ，Jackin 将星星打的只剩一滴血，过点人雷，经典的话已经被清理掉了。XCG 以逸待劳，嗯，这个围墙是一个火，直接烧到。一个预判，但是弗兰也在屁股后面直接打了一波背身，双方一换一啊、这边Neo果然是没车走不了。嗯，刚才的感觉 SMS 是没车，是这样一来的话就得兄弟，他就是感觉就是想牺牲一个人，最起码有一个架枪点把三个兄弟先送过去。嗯，对吧，这个是没办法直接堵了。其实我觉得最好还是四个人一起，对吧，毕竟你还多个火力点，不然的话这个人白给有点难受啊。全线一个男先刷到小弟是很好，嗯，但是这样的给你刷成这样，受不了了。这个班普的空投是什么意思？可以这样斜，嗯，找一个小的反坡，只有一辆车，三个人，而且车已经是冒红烟了。这个地形太细了，嗯。悟空撞了一波马路坑，想去这个坑，哎，这个坑只能混点排名分吧。是的。因为现在 SMS 要把兵力放在北边的 4M 身上，小鹿的其实这个点如果要吃手雷的话，其实有点危险、啊。不过还行，后点有队友架枪，先炸门。先打烂会不会好一点？嗯。炸门之后封对方的视野烟，把正门封住，这样的话可以给后续的队友持续的推进。而另一侧的话 ，DSS 好像是撞了炮楼，被天门给防守下来。永远要打药，血量也不是很多。而另一侧小店有 TYE 的一波进攻。现在目前南北两个战场 ，TRG 在不断的防守。
夏季好像围墙防守还可以。是的，但是 4M 这波进攻的话，龙族拳跟 Forever 都是没有办法顺利的贴到近点，因为原点贴没炮都已经全部完事了，刚打完，这样的话就阿伟从侧翼想丢雷，起舞拉出来，但是这是被后点的林强给打掉。小鹿 K 下这一分，目前 4M 拿下五个淘汰。DBS 26发备弹，就能把一个人喷死喷死13回啊！确实，已经听到脚步，但是考虑也不着急啊，还有投掷物。小鹿直接抓了个 timing 进来 ，DBS 的互搏，但是 DBS 太顶了，喷了一枪里，真顶不住，再来一个，哇、！DBS 啊，这里 4M 感觉。而且知道防区处理的差不多，天妹觉得左边没什么枪线，赶紧处理坑，坑里人不多，但是波浪在掩体后面反打了小海。好，露露加枪成功了，11个淘汰。天妹从电塔这边拿分拿得真爽。是的，即便是现在目前被淘汰了，目前这个分数是能够接受的。哎，烤鱼混一混，混死一个，哎，把小海给 K 了，但是他没载具能下去吗？已经冒火了，车要炸啦！血量不是很多，密密麻麻全是枪线，这个没办法了。王骚骚的 M4 还是很稳定的，而且手上泡泡还有手雷，直接想顶出去，手感还挺好。XCG 是真的难搞，没办法，全行不断的把他们排掉。嗯，打完了有机会再舔包。好，还是被天天打下来。烤鱼的信息他有吗 ？CDG， 木子李身上是一颗手雷，两个人的协同配合，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东侧的枪线。卡姐注意力还在 RBS 啊，你看就是这个车，这个蹦蹦已经是着火了，炸掉了，应该就在车的边缘的位置。这应该不会有什么事。看了一个脚，不是吧？这被反打，应该不会被捕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差一点点。哇，好亏啊！是的，啊，这个。就前面说的东边枪线是个很大的问题，第一波没打过，哇好亏啊！这个圈型先动的一定是 RBS， 看 RBS 怎么选择。哇、张哲一颗手雷将波塞给炸倒了，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，KRG 人也不多了，守了一波 TYE 嘛，掉了一个人。这边是阿泽架枪，让张哲进围墙。但是这个点不在圈啊！哦，幺幺二一枪头，两边都是看的，又是幺幺二，连续两crazy crazy， 连续放到张哲跟阿泽，出口 TMA 其实都埋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别着急，这个时候肯定是先处理小店。哎呦，一丝是的，这个点如果一旦倒了，露露就很尴尬了。而且位置，露露在听声音。是的，先不着急，打一个，打了一个，哇，这个幺幺二。而且他甲还是碎的情况之下，这样的话牙皮还能救，露露赶紧要顶到前点给队友扶人时间。是的，直接挂守门了，15杀。小海这把猛躺，不能那个小的反斜贴面可以直接贴的。哎，出现了车祸，Coco将天天撞倒了，这是 CTG 的一波进攻的好机会。但是 CT 就看这个 timing。 是的，另一边大小店小店那边已经是处理完了，但是过点的话还是被架住了。 Coco 弥补了一下之前的一些过失，这个点枪有点马了，坏了，抖了抖了抖 了，泡泡这波有点马了，这波打下来的话其实还有机会操作。四打三，四打三，但是上了，是的，四打三，好凶啊，真有，全炸开了 ，AOE 赶猪，他在把对方往炮楼里面赶，杀疯了，杀疯了，幺幺二直接要顶，还在夫人没架枪的，坏了，真的三打一，太奔放了，又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杀疯了 ，crazy crazy， 二十杀。